开始了。嗯，你这计划一环接一环的，你是如何想到的？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，暗沉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这样你说计划呢，又不是让你在这里吊酸树袋。唉，也不知道王生和莫云旭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 杨奈做这些事情，熟人的很，王生也一直很可靠。能做的，我们都做，其他的交给上苍吧。也是，我们在这里也帮不了他们什么，就希望上苍可以保佑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哎，哦。哦 这个灯不会掉下去吧？你自己做的，你害怕吗？哇，这也太高了！你别往下看。啊，我从未见到如此绚丽的烟火，真是太美了。我想，整个临安，也没有人像我们两个有这般经历了吧？ 好你个李清风，从未想到你也是清末之人。皓月当空，星河灿烂，烟火四方，在这良辰美景之中，你还要与我斗嘴吗？ 那你说还想怎样？流星，哇！<笑>